他想拆哪个就让他拆哪个。哎妈，你不用猜，我知道你会猜的。还没出门就把弟弟的东西拆了，我又重新回去包。哎，让弟弟拆，弟弟拆。妈妈妈，弟弟想让我们拆。那拆的嘛？拆的嘛？咪咪咪，嘿。哎妈，没事，没关系，没关系，一起拆。弟弟喜欢吗？弟弟弟弟弟弟喜欢吗？喜欢呀。好的，让叔叔，让叔叔找叔叔。但是有条件，你要亲一下。哎呦，这个也要打开呀，你去打开这个。这个阿姨送你的，这个弟弟喜不喜欢这个？你看看是什么，是什么？蛐蛐啊，喜欢吗？喜欢吗？ Louis 弟弟的礼物，弟弟的 birthday。好，谢谢。喜欢吗，弟弟？喜欢吗？那你跟阿姨说谢谢，过来亲亲阿姨，要不要？好。阿姨，让看，那你跟阿姨说谢谢。赶紧闪开。谢谢，要不要抱一下？抱一下。生日快乐！哎呦，哎呀呀呀呀！弟弟，别看我。啊 ，Meerkat。哇哦，这 Meerkat 好酷哦！这是我的。Meerkat 好酷哦！弟弟的呢？那个是你的。嗯。借你玩一下。蛐蛐。我不要了。Train。太甜了，我不要了。哎呀，你会搭吗？你能哥哥帮你一起搭吗？那个是你帮弟弟哥一起搭吗？对。这个简单啊，弟弟不知道怎么这个是 speaker， 等会要贴起来，要打开。妈妈，这个是 speaker。OK， 好。哦，贴纸是吗？妈妈，这个是贴纸呀。OK。给哥哥。让姐姐帮你贴吧。妈妈，这个不要。你要不要帮？这个不要。好，给姐姐，路易斯给姐姐，姐姐贴的最好。你帮弟弟贴那个。有没有这梳子吗？姐姐。好，需要你的爸爸。好。哎，这个给姐姐贴起来，给姐姐贴啊！你们都不乱贴的，艾玛你也不要贴啊。哇，爱死了，最爱的就是 Thomas。我知道弟弟最爱 Thomas。是啊，我也给他买的 Thomas。这个雪地都是五星好的。哎呀，有心了，谢谢。弟弟，你把你的大的 Thomas 让爸爸帮你打开吧。在哪？就是那个 Felix 旁边。那是。哎，不可以。你有这么大的脚的？弟弟，这个打开吧，拿出来，找爸爸。Louis，
这个是乐，这是乐可以的，这个可以。不，乐可是，你也不对了。最开始那个 boss 是 Louis 秩序感 Louis 还给那个不得啊还给 Lucas 给你这个绿色的我给美丽的大绿色这个颜色你看女孩子都会爱贴那个弟弟现在已经有感觉了已经知道过生日是件很好的事情了除了圣诞节之外过生日最好弟弟弟弟，那么多礼物。弟弟，你说生日快乐。弟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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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给他们。弟弟，你说生日快乐。Lucas， 哎，给他们。Lucas， 来。快乐。是谁过生日今天？弟弟。开心吗？开心吗？开不开心，弟弟？哇哦！哇哦！哎呀，不可以！我们那个是跟一个什么一样的，在那里到处巡逻。到家巡逻。爸爸买的礼物还没寄到呢，给他买了一个什么，Peppa Pig 那个 George 的书包。哦，还没寄到。还有那个小房子今天是哥哥搭的哥哥送给弟弟的那个 mushroom 的那个房子他真棒 unlike Felix Felix 快来跟叔叔玩好不好像你我们继续讨论一下那个 unfugate 你知道今天是这样最近看到了。嗯，对。I've seen no parade so far. 你看，我要去送人看。没有，可是下午去山里，我们去发展什么 fun， 玩游戏，然后你的车啊。那你觉得你开一个家的门，然后把你的车子开上？再聊一下 ，Let's have it. 是你的 favorite subject。没有，我没有看到 Red Town。没有吗？你有没有去过 Pet Pet Home？ 我没有。那个 shop 里面有 Red Town。不是要的。Louis， 不要抢 ，Ask nicely。在不。弟弟，没关系，没关系，哥哥去帮你贴起来啊，贴起来。弟弟过来，你去把火车开过去，去把火车开过去，姐姐帮你贴好了，去把火车开过去。妈妈谁给你剪的？我这里要贴吗？妈妈，妈妈剪的。坏的要够。剪的很好哎。他不要去那个理发店剪的。剪的很好哎。他说理发店太贵了，这里的理发店。然后怎么也不要剪，他爸爸说你不去剪吗？一个月以后你才能剪的，要可以打，缠起来可以扎辫子的。